好，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啦，5月1号呢就係 Mira 演唱会新加坡场举行嘅时间啦，咁样。咁姜涛亦都有好多表演啊，或者一啲流传一啲 live 啊，或者一啲片段出嚟，相当之正，相当之好睇。咁但係当然因为啱啱撞正呢个姜涛生日嘛，所以好多姜涛呢係忽视咗新加坡演唱会。哎，但唔紧要，高恩仔呢同你哋呢今日呢做一个新加坡姜涛演唱会，其实係 Mira 巡回演唱会嘅懒人包。究竟嗰阵时讲发生咩事啊，同埋当中我哋呢要赞赏姜涛啲咩嘢。好，开始段片之前，请大家赞好呢段片呢，同埋留个言呢，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啦，同埋呢就货金支持咁样。嗱，呢个姜涛嗱，你俾我咁讲啦，你唔好成日话我姜涛嘅新加坡演唱会得唔得啊？你俾我讲吓，虽然我都知道系呢个 Mira 嘅巡回演唱会，你俾我讲下啦。嗱，新加坡嘅巡回 Mira 巡回演唱会，哇，咁啊，相当之正啦。嗱，虽然咧我今次咧就即系都冇办法去啦，咁样，因为香港真系太多嘢做，咁但系咧就喺网络上面对于今次呢、这个新加坡嘅 Mira 演唱会呢，咁就喂非常之多人赞喎，而且係姜涛嗰 part 呢係非常之多人去激赞喎。咁嗱，老实讲一句，即係呢个咁嘅 Mira 演唱会呢，咁当然唔使讲咁多嘢㗎啦。你一定系靠姜糖撑起嘅成个场，系咪先？喂，你諗下，即系我都已经即系之前都俾咗啲数据俾大家睇。喂，一个 Mira 嘅巡回演唱会系咪世界各地又好，或者香港又好。喂，当中姜糖嘅含金量成分系咪你话几难啊，你明白几难啊。咁啊，而且讲緊即係有好多票都系姜糖撑起㗎。即係如果你话俾我知，即係 Mira 演唱会有一半嘅售票情况都系俾姜糖撑起嘅，不失为过啊，一定系靠姜糖。咁但系即係有啲人就担心话，哇，即係你话香港开我哋都可以撑场啊，你话喺外国开，咁我又要买机票去食，咁都唔紧要咁啊。嗱，即係譬如我都做唔到嘅，有一啲我都未必真係咁容易行得开。咁但係有啲姜糖得㗎嘛，有啲姜糖去到新加坡继续支持姜糖㗎嘛。咁我自己嘅观众同埋听众呢，都有部分呢，小部分呢，咁去咗新加坡度睇演唱会，咁佢都 share 咗好多大量嘅片段啦、相啦俾高恩仔睇，係好正嘅姜糖。同埋呢都系有几个特点啦，今次新加坡演唱会，新加坡演唱会呢，可能呢我个即系依家比较热啊，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呢出咗名系东南亚一个即系好数一数二热嘅地方㗎嘛，所以点会有咁多即系叫做东南亚嘅美食呢，咁样。咁所以好多姜糖呢去到呢都系非常之热嘅。咁但係因为今次受到嗰个姜糖同埋神道嘈嘅事件呢，所以新加坡边呢亦都系冇设呢个接机嘅安排嘅。咁但係当然唔知啦，呢样嘢我冇乜意见，即係我觉得系大家安全同埋和气系最重要嘅。咁跟住就有好多姜糖就去跟住阿姜涛即係新加坡个演唱会呢，亦都拍到好多片段。咁呢普遍上呢都对 Mira 十二字呢，今次我讲啲客观嘅嘢先。呢个新加坡 Mira 场呢係抱住一个正面嘅觉得今次 Mira 呢係表现得非常之唔错。甚至讲緊係巡回演唱会以嚟一个最好表现嘅一样嘢。一场啦咁样。咁其实就无他嘅，呢样嘢系正常操作啦。老实讲，喂，讲真一句 ，Mira 都进行咗巡回演唱会若干次啦。咁呢啲嘢即系叫做一次生两次熟，就三次就变专业人士噶啦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会越做越有咯。有系咩意思？越有信心，越有排场，同埋越
越整齐啊咁样。咁呢啲系需要时间去累积嘅。咁所以我之前都话噶，系吧 ？Mira 如果整体上开演唱会嘅次数系唔够嘅，咁或者一齐表演系唔够嘅，系咪先？一年都唔知有冇几次。咁所以咁当然即系叫做十二指集合嘅，亦都有一定嘅难度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巡回演唱会去到新加坡站咧，大家又睇到咦 ，Mira 又进步咗咯。咁但系当然 Mira 进唔进步，咁我自己作为姜糖，又唔会话太过关心或者系忧心嘅。反而我系觉得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讲紧Mira 嗰个主导啊。咁主导系边个咧？我觉得系都系姜糖咯，系嘛？今次喺新加坡个表现咧系即係有啲姜糖啦，係咪？有啲姜糖話咧，佢覺得佢表現得仲好過喺美加嗰陣時，甚至喺歐洲嗰邊嘅時間，即係英國啦咁樣。咁都覺得哇，真係好正咁樣，咁啊覺得即係如果大家去唔到睇咧，真係慘啦咁樣。唔緊要，我會將嗰啲新加坡片段咧，我問咗我嘅觀眾聽眾咧，我就會放喺我嘅後備頻道度，咁你哋可以自己自由觀賞啦，冇所謂。咁啊亦都覺得姜濤咧今次作為呢、這個Mira 演唱會嘅新加坡站嘅表現咧，係非常之出色。有信心，而且讲紧咧，佢系冇受好大嘅影响，因为我谂大家对于姜濤咧，即系今次新加坡嘅表演咧，其实系有少少担心嘅，因为咧，毕竟之前咧就发生过神濤同埋姜糖喺机场因为接机嘅事件出现咗冲突呢件事啊嘛，亦都闹哄哄啊嘛。不过好彩，即系我只可以咁讲啦，好彩因为4月30号系姜濤生日啊嘛，而姜濤生日呢个咁嘅气氛，呢、這个咁嘅活动咧，系冚过咗，系咪啊？姜神嘈交，唔系糖神嘈交，系咪啊？糖神嘈交呢件事咯。但系我话俾你知，呢单嘢咧系仲未完结噶。即系如果你咧系身处于姜糖 group 里面咁多个啲大小中型 group 啊，或者系一啲几个 FC 嘅话咧，系未没完没了噶，仲有人喺度搞紧事噶。当然都系神糖班，但系我哋即系我哋系 Janet 嘅姜糖嚟噶嘛，系咪先？我哋作为将呢个姜糖，我哋梗系唔会跌落一个陷阱啦，咪由得佢嘈住先。过咗吓，万大事都过咗，过咗姜糖生日先。咁所以大家近排都系姜糖都系主力喺430嘅应援处理上或者庆祝活动上咁样。咁对于呢、這个机场接机事件嘅争吵咧，就放低咗先嘅。咁但系当然随住姜濤嘅生日完结咗之后咧，咁咧呢单嘢咧又逐渐浮面啦，又有继续人哋讲啦。咁呢单嘢咧，即系在于姜濤可能眼中咧，佢都避唔开。佢就算身处呢个新加坡咧，佢都一样要照听、照睇得到呢啲嘢。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今次真系惨啦！虽然姜濤就唔喺香港啦，系咪先？喺新加坡啦，但系佢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或者新闻报道，可以睇到呢单嘢嘅继续运行噶嘛。而且讲紧佢出发之前，都系热烘烘噶嘛，佢都系热烘烘喺度搞紧呢啲嘢。当然就唔系我哋姜糖，我哋姜糖要进行一啲更加有意义嘅生日活动嘛。咁当然系神糖嗰边去不断喺度挑起一啲战祸啊、战乱啦、啊。当然有一啲自称话支持姜糖嘅频道，佢都依然喺度不断撩呢件事啦。生日嗰阵时都喺度撩啦，系咪先？咁呢样嘢我唔怕讲嘅，系咪先？老实讲，喂，你赚点击赞有个知名度，你都等姜濤生日完先啦。喂，姜濤生日，你都仲要喺度不断提嗰啲咩姜糖啊，咩姜糖咩叫做姜糖咧，就责任不在姜糖啊。咁跟住咧就系咁出咗啲 pose 啊，出咗啲 pose 喺度再将呢件事炒到热烘烘。喂，你系人唔系人啊？喂，你成日打正个牌头，就系、是、话支持姜糖。喂，最支持姜糖，支持姜糖。喂，但系实质上你睇姜糖生日，呢、這个咁重要、咁需要庆祝嘅
时间，喂，你都仲系讲紧要讲紧呢件事，唔放过呢件事。喂，你依家唔系唔放过，我最记得系讲咩？佢话，就算姜涛生日，我哋都唔可以放过班神徒。喂，搞清楚啦，你唔系唔放过班神徒，神徒摆喺度，就始终有一日我哋可以击溃佢。你依家唔系唔放过班神徒，你系唔放过班姜糖啊，阿大哥，系咪先？即系我真系想讲好耐，喂，你姜涛生日你就放低啲，我件事抌埋一边先，唔系叫你放低唔理，系叫你稍后先再处理，系因为我哋更加有一个重要嘢就系姜涛生日啊嘛，姜涛生日好多嘢做，你留翻啲精力去报道呢样嘢啊，出铺碎去 promote 姜涛湾得唔得啊？啦，你唔系都仲要食花生，系仲要整整一个大粒花生，又仲要喺度讲讲嗰啲咩咩姜糖系咪神徒嘅冲突啊，咩咩咩后续事件啊，咩有最新证据乜乜密密啊咁样。我知道你有最新证据，但亦都唔需要喺我个阶段去嘈啦，系咪先？喂，即系依家我感觉上啊，我感觉上即系依家咧有人喺茶楼摆紧酒做大寿。咁跟住咧，突然间有一班即系有一班人咧就话：，我过嚟，即系表面上系话同你庆祝大寿，点知系攞住个墓碑入嚟嘅吓。咁啊，跟住梗系要破墓啦，同我老实讲，即系破墓系一套戏。sorry， 我睇咗 OK， 之后有机会同大家讲。跟住破墓，即系你人哋都庆祝紧生日，你过嚟庆，即系同人哋庆祝。不过你话我啱啱咧，我个亲戚咧就走咗，咁我啱啱去送完佢上山，攞住佢个骨灰盒嚟庆贺你啦。你睇我几有心。喂，即系个感觉啊，俾我就系咁样样啊。咁所以。唔好咁样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彩，最后尾喺呢个姜涛嗰个新加坡之旅咧，吓都冇受影响，我系开心嘅，开心嘅，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咩啦，咁依家姜涛过咗生日啦，咁如果真系大家再讨论呢件事，咁你咪睇下点样样咯，系嘛，就系咁啦。好，今次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就系咁多，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